不要找了，他不会回来的。他会回来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这是他的家。小春，难道你不觉得罪恶吗？我们伤他伤得这么深，你一点都不惭愧？我看他之间一切的一切，在你出现之后就慢慢结束了，所以我对他的亏欠，在我帮他生了一个儿子之后应该也都还清了吧。小春，你的心是铁做的，如果你这么说可以减轻你的罪恶感，我愿意承担。可是你有没有问问你自己，难道我不出现你们的婚姻就可以平稳地走下去？你们不会吵架不会分手吗？你们还是没有孩子，你们还是会有遗憾，你们一样会痛苦的。可是我们相爱，我们是相爱的。是这样吗？你们相爱？那这是怎么来的？你们的婚姻早就千疮百孔，经不起考验了。这哪来的？你不知道？他没有告诉你啊？这么相爱的婚姻里也会有谎言？不要跟我说这些，告诉我，这哪来的？记不记得你亲爱的老婆曾经在我房间里面翻箱倒柜的找东西，找的就是这个，她跟另外一个男人在外面约会的证据。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她来还给她，她不在，就留在店门口，我捡到的。你捡到的？你捡到然后你留下来并没有还给她，任凭他那天怎么找你都不还给他，还装着不知情。小春，你这什么居心呢？我是要给他找台阶下。哎，我当场拿出来不是让他很难看吗？他要怎么解释？口口声声说跟这个男人没有关系，结果呢，丝巾也掉在人家那儿，字条也扑了光。如果我拿出来，他是不是死得很难看？那你事后为什么不私下拿给他？当时不拿，事后又不拿，现在为什么偏偏要拿给我看呢？我本来永远也不想拿出来，我永远都要替他隐瞒下去的。我要不是看你今天替他着急，我还是不想说的。你不用替他担心，他不会没有地方去，他更不会去寻死。也许现在这有人在安慰他也不一定。一条丝巾，一张字条，并不能代表什么。它代表了谎言，代表了欺骗。关系单纯，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你？
不是也欺骗过他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欺骗他？我不相信云生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好，那你就继续自欺欺人下去吧。云深，你怎么一大早就跑回来了？我正在帮你晒被子呢。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，把被子晒一晒，以后你回来睡觉的时候盖着也舒服啊。然后天转凉了，都要盖被子了。哎，怎么了，丫头？爸，我想你。现在当妈妈了，知道父母不好做了吧？爸，我真的好爱你，那些我不乖的、做错的，你会原谅我吗？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跟家凡吵架了？不会再吵架了。是，现在什么都有了，啊，可不能再吵了，要懂得惜福，知道吗？哎，你瞧，净顾着说话，我还有枕头忘了拿出来晒呢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拿枕头啊。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的被子要拿出来晒一晒，天凉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就走了呢？这孩子，爸，请你原谅我，原谅我。
这样吧 ，OK。你实在太久没有回来了，但是你刚回国嘛，让你多休息几天了。啊？我们改天找时间再聚。好，那改天几个老朋友再见。好好好，好，改天再聚，拜拜。老板娘，你，一人跑来享受，舍得吗？那个小宝贝。是啊，太累了，想休息。好有性子啊！你脸色不好看，好像真的很累啊，眼睛也肿肿的啊，做妈妈很辛苦。我不爱的女人做这种事情，我做不到啊，云生。你就当作是爱我，你答应我，你爱我，心动，我想做母亲，你答应我，行不行？我做不到，云生，我做不到，我爱你，我做不到。说呀，为什么给小陈200万？为什么？为了给你个孩子。是我对不起你们大家，我一点都没有进入状况，请原谅，对不起。江南，别这样。你们出钱哦，你们设计，你们要我当父亲，有的事情你们都帮我做完了吗？江南，我足够爱你。你们不必这样步步为营，小春不会霸着孩子不放的，他能生，他以后爱生几个就生几个，人家不会抢走我们的孩子的。你怀了我的孩子，住进我们家，进我的房间，睡上我的床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嘛，不怕动我胎气啊？我是说动了我的胎气。当初是谁信誓旦旦告诉我说小春人很好，小春不坏，小春很善良的？现在我相信你的话，我也看到小春善良的一面，人家也愿意替我们解决问题。然后现在你来告诉我说他心术不正，他很邪恶，我不配得到关心，我不配得到友谊吗？我不配吗？可是你要的不只是友谊，很关心。
那叫小川，是逼着他的家人来维护我，而我的家人是联合起来打击他。如果你们要再这样逼我的话，可以，我会跟小川搬出去住。他不是你儿子，他是我儿子，是我的孩子，是我亲，我就是他，是我让王大哥当爸爸的，是我，不是你。我们要回家了，你要不要出来接我们？跟他发生关系，就在我哄着我们儿子、抱着我们儿子、照顾我们儿子的时候，正跟他亲亲密密的在一起，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家里，在他房间里，在他床上，你们就隔着一道门羞辱我。我开开心心做着美梦，心满意足抱着我们儿子的时候，你也真抱着他，这个家已经毁了，被你们全毁了。